A73 自动跟焦啊、哦，那自动跟焦主要就是看看它在前进后退的表现。好，后面。A73 跟这个 S 系列的一个跟焦差异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4K30P 的状态下。好，那这边我就要结束 S 的画面。好，再来。Thank you.